主料：冻熟全贝250克。辅料：油、生抽、蒜蓉、葱花。即食虾仁菜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熟冻全贝提前解冻，沥干水分。准备蒜蓉、葱花。锅里热油，下蒜头葱白爆香，倒入全贝炒匀，期间全有一点水分，感觉水分收干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倒入即食的虾仁菜谱炒匀，加入少许的生抽炒匀，最后下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菜谱有咸味，只要加点生抽提提味就刚好了，口重的再加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